恩尼斯·坎特接受 ESPN 采访，谈到自己和凯文·杜兰特的矛盾。杜兰特，他回到俄克拉荷马城的时候和拉塞尔·威斯布鲁克有冲突，我知道这是生意。这家伙去了勇士，两年来进了两次全明星，两次总决赛 MVP， 两个总冠军。我们的矛盾在于他离开雷霆的方式，我认为他的处理方式让他永远得不到他想要的尊重。